台上啦啦队活力四射，展现热情活力，为2024购物节活动热舞开场，吉祥物们也可爱现身。新竹市府锁定市民强大的消费力，首次办理2024新竹购物节活动，从10月25号到12月24号，民众在期间到各大百货、周年庆及特色品牌店家等消费满200元，凭发票登入就能参加抽奖，奖项包括汽车、机车，还有机票等等。为了提振地方商圈还有消费经济，扩大内需，我们特别在今年举办新竹首届的购物节。那这次有非常多赞助的厂商。我们希望用全面的方式来推动我们整个新竹的观光行销。那自10月25号到12月24号2个月的时间，我们会启动我们的购物节。这个新竹市政府这一段时间真的办了非常活动，接着还有万圣节的活动，我相信都非常受到市民的热烈的欢迎。那感觉新竹真的是越来越幸福，那经济活动也越来越畅旺。百货公司门口外涌入大批排队人潮，百货周年庆的购物热潮即将来临，新竹市府加码宣布消费满额抽好礼，让各大品牌还有民众都蓄势待发。这一次哦，刚好在新竹市本来就会在这边消费，然后这次来逛街啊，原来还可以有抽奖的机会。第一届购物节宣传影片，代理市长邱成远化身大富翁游戏领航者，带着大家一起玩新竹抽大奖。民视新闻黄兆康新竹报道。